维利尔会接受这场决斗挑战吗？没有狮子会对送到嘴边的猎物视而不见，而这正是我想要的机会。这场决斗会点燃他背后蠢蠢欲动之人的贪念，而我会抓住混乱中的破绽，给维利尔致命的一击，让这场决斗成为给维利尔送葬的焰火舞会。我说过会站在你这边，在这场焰火的舞会中，女王不该缺席。女王不必投身火焰，女王应当点燃火焰，而特洛伊会在这场决斗中将维利亚全部的傲慢、狂妄、不可一世和勃勃野心焚烧成可悲的灰烬。只有这样，你才有机会再造一切。女王谕令，维利尔亲王迎战特洛伊车臣，熔炉决斗开启。希泽尔，你在熔炉庆典期间导演这么一出闹剧，将王室的脸面置于何地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在会议上说得很清楚，亲王殿下，我只想要龙晶湖，就这么简单。还有，19年前，您将我逐出王室，王室的脸面就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。看来这场龙晶之争要以熔炉决斗的形式开启了，我得赶紧跟上去看看希泽尔该如何赢下这场命运的对局，说不定这中间会有其他线索。看来你已经有计划了。在隐形的情报站面前，刻意张扬的武力也不过是徒有其表。知道敌人的想法比任何其他武器都更致命。原来是情报官家族的女儿，可惜了。不是所有的贵族都还活在昔日的荣光里。请您放心，我会让希泽尔为这场幼稚的挑衅付出代价。嗯，王牌就应该用在他该用的地方。德莱纳确实不是斯本塔的对手。哦，你还会有诚实说话的时候？哼，当然，我毕竟和您不一样。如果是常规打法，弱对弱，强对强，维利尔的车手在每一档都能压我们一头。实际上，我们不需要拿下所有场次的胜利。没错，以局部的战略性失败换取整体的胜利，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。情报工作做久了，
我更习惯长驱的道路。上这种竞技赛道有点生疏，但如果能换掉一张对方的王牌，反而能创造最大的战略价值。竟然派情报官上场比赛，你不如直接投降。哼，我从来没有准备白棋的习惯，这也是您教给我的。哼，我跌落泥沼，脱去家族的辉煌，我杀戮破坏，找寻宁静的书房，迷途的旅人向天空祈求甘露，却只能收获黄沙茫茫。但我不是自由的旅人，我只配做一只利刃，在秦王的手中重新雕刻属于斯本塔家族的荣光。你明明是把斯本塔拖进深渊的锁链，却被他当作是救命的稻草。哼，可笑。棋手有他的布局，棋子有他的命运，棋子不应该有太多思考，棋手也不应该同情心泛滥。为了照顾特洛伊车厂的面子，我特意在首场比赛换下了我的王牌车手，但你的脸色似乎不太好看呢。不劳您关心，还是看比赛吧。唉，没有悬念的比赛实在是无聊。真是可惜啊。只是一场比赛而已，算不得什么。胜利的天平就是这样一点点倾斜的。想拿次一等的车手换掉我的王牌，这真的不算什么精妙的谋略。赛马战术，这未免太幼稚了，希泽。认真的吗？哼，没错。看来您之前是高估我，也许我比您想象的还要愚蠢。哼。希泽尔，不管你再打什么主意都不会成功的。实话说，当年你通过熔炉决斗重回王城，还爬到特洛伊车神的位置，这确实让我有些意外。那要感谢您当年派出的杀手，是他们能力太差，我才能活到今天。没必要逞口舌之快，希泽尔，我会找出你真正的意图。
轮到我上场了。希望你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当然，不是谁都像德莱纳一样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。等比赛结束，我要狠狠地嘲讽一下德莱纳。虽然不是职业车手，但竟然也有不俗的战绩。特洛伊车厂一向只用对的人，不看职业，更不会看出身。你会为你的大意付出代价的。没想到德莱纳竟然输了，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真想采访一下他隐败的心路历程啊。这意味着留给你的容错空间也变小。祝我好运吧。没见过的面孔，看来不是贵族圈子里的人。终点线不会因为车手的身份而向后挪动。贵族出身意味着来历清楚，而宫墙外的普通人则有无数手段涂抹自己的过去。熔炉决斗第二场的出战人选，那就兰道，你上吧。啊，我？怎么，不想去？我何德何能？不，这是亲王大人对我这个普通骑士的信任，兰道以骑士的荣誉宣誓，定将全力以赴。兰道好像还只是一个新手，有时候是要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吗？哼，这跟您之前的作风可真是不一样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回禀亲王，兰道一定不会辜负亲王的。打住，正常跑就行。这场比赛你不可能输。不对劲，他的水平实在太普通了。水平普通就没有资格参赛吗？列娜的一部分通讯数据被抹掉了。是的，我们无法还原这部分数据，但能确定的是它肯定有问题。检查它内网权限的使用情况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真是让人意外呀。如果你只是想把车厂送我，完全可以直说。你似乎对这场比赛的结果有一些意外呀，特洛伊车神。赛场形势千变万化，不必执着于一时胜负，而错失了扭转局势的良机。这可是您曾经的教导。我也教过你，不要轻易相信一些来路不明的人。我以为这些年的流浪生涯教会了你一些东西，看来只是我的错觉。
甚至连我交给你的东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这十九年来您的教诲我可是一分钟都没敢忘。所以你确实想要报复。人要有自知之明，当年若不是陛下的命令，你甚至没有给库洛迪卡陪读的资格。你不仅改变不了任何东西，还会失去特洛伊车厂。王牌之所以是王牌，就是连他的出场信息都能够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。只不过这次是真的需要你上场了。斯本塔家族之名将再次响彻赛场。是斯本塔对家族荣誉的执念铸就了你控制他的枷锁。你说的对，就像你对我的仇恨造就了今天车厂一败涂地的结局。还是必须要我出手了。第三场比赛我不能容许任何失误和意外，记住我们的计划，所以只能由你来解决维利尔的王牌。哼，可以写进合同，这一单我要最高一档的奖金。终于来了一个还算像样的车手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还是没法改变什么。在胜者冲线之前，对实力的论断都是空谈。月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但我的任务并不是直接战胜他，而是将他逼到万不得已的处境。确实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。你似乎忘了我曾经交给你的东西，真正的战争从来都不会只局限在赛场上。您的教诲我从未忘记。在赛车这件事情上，我不相信那边能有赢得过我的人。拼实力你可以这么说，但他是一个非常擅长阴谋的家伙，万事小心。一个实力强劲的车手，但似乎没在车厂人员名录里见过他。亲王殿下，您似乎忘记了，特洛伊车厂只属于女王陛下。哼，并没有事事向您汇报的必要。特洛伊车神，你要记住你今天的话。王国将人工芯片视作禁忌，会在选手入场时做针对性检查。在熔炉决斗里，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性化规定。
带上这瓶药剂，它能帮你躲过检测。那所谓的检查也不过如此。特洛伊车厂的实力也不过如此。你以为这就是我的全部准备了吗？在胜利这件事情上，不择手段才是特洛伊的原则。在月身上发现了您要的东西。果然希泽尔还是那么沉不住气。控制好现场了吗？该扣的人都已经扣下了。好，看他这下还有什么话说。希泽尔，你的人使用违禁芯片，按照规定要取消参赛资格，并配合大裁判庭接受调查。你的那点伎俩还都是从我这里学的，去准备一下交出车厂的手续吧。又一次利用了我的软肋，维利尔。我有很多种方式战胜你，之所以采取和那一年同样的手段，就是为了提醒这19年来你毫无进步。跟你比起来，我只是不够无耻而已。希泽尔，您手下这名叫月的骑士涉嫌刺杀女王陛下，会被带走调查。斯本塔追捕他的时候，他使用了人工 Q4B 的芯片的能力，被仪器记录到了。熔炉决斗规定不能使用人工 Q4B 的芯片，你应该清楚。所以我想，他应该不会是你第三场比赛的人选吧。确实不是，他只是当年伊甸案的一名普通受害者，第三场比赛的骑士另有其人。虚张声势。